全部系过年嘅吓，看桃园文化局。做些山东嘅王振祥，啲菜放客家中心门嘅时节，一啲咧都冇芹菜，全部用客家来讲。基本但黑土台南阿爸系正一卷烟，因为植物变通，故所搬到桃园嘅杨梅来吃。长到客庄的王振雄完全听唔识客话，故所记啲特殊嘅时节，即上读到东都嘅问题。来到呢边吼，真艰苦。人讲嘅话，硬系听唔识，吼、哦。同学噶嘛，嘅就亲相处吼、哦，就他唔会讲，从以前啲南部嘅时间吼，讲话就听唔识，哦，讲台语啦，讲国语啦，全部听唔识，咁样嘅，哦，我就想哦，我要来学了黑花了安样嘅哈。冯振雄也下喺桃园县天台记者，十几年来桃园万奈都去过咧，做咧当导游讲客家人事物嘅新闻。因为写时节十万练习，本地啲采访新闻嘅时节多到吓人，都做在用流利嘅黑花来对谈，唔止嘅人系嚟到几真见系客家人。唐雅嘅声调冇面对系嘅外省人啦，啊，因为讲。语嘅外省人佢学合法学啊很好，因为钱难定，希望佢继续来多多了解我哋客家文化同语言。莫振雄讲，虽然佢系山东人，不过学合法本佢多一种语言能力。啲客家种采访新闻嘅时节，唔是透过人类翻译，直接用合法老人沟通写出来嘅文章很卡表达。韩国苏凤站咩因为佢被合法变到很卡浅，本佢啲采访新闻嘅时节变到很卡损失。客家新闻乱，他台播头。